吃过晚饭了没有？龟龟，走，我来吃大闸蟹。我们人都吃好了，你看，走走走，拿过去。好，看看这边大闸蟹吃不吃？走吧。你看李主任准备做晚饭了，你看剥毛豆了，他又跟过来了。吃晚饭喽，哇，今天中秋节在家，又你看，吃晚饭你看乌龟也在跟在后面。中秋节你看李主任伙食烧的丰盛啊，晚上是，这个是大闸蟹，哇，这颜色可以啊，蛮鲜艳的，口味可以吧？然后这个是中国那个鱼，这个是鸡汤，哇，这个鸡汤。好，吃你不喝酒晚上，喝点酒，红酒。龟龟，你跟在后面干嘛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啊。小帅哥建议等一下给这个龟龟吃点那个大闸蟹，蒸熟的大闸蟹，看他吃不吃。龟龟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我们吃过来喂他，看他吃不吃。吃过晚饭了没有？龟龟，走，我来吃大闸蟹。我们人都吃好了，你看，走走走，拿过去。好。看看这边大闸蟹吃不吃？走吧。天这么晚，你看还吃？来，喂喂啊！我来喂喂它，留两个蟹腿给它吃。你看哪的动都不动，你看。好，那给你啊。来，看看它吃不吃？留了两个这个蟹的那个大腿的，好。好，看看这个蟹腿吃不吃啊？吃不吃啊？第一次吃素食，哦，吃嘛？咦，你看，哎，挺肯吃的。哇，第一次吃这个素食，大闸蟹的那个腿他也吃呢。可以可以，给下次我们吃大闸蟹也留给他吃，还蛮喜欢吃的哇。给大家看看。喜欢吃呢，好，哇，但乌龟很会享受啊，你知道大闸蟹好吃，吃了三个腿，好好好，下知道了，下次就留给你吃哈。第一次喂素食，有友们，你们的龟龟吃素食吗？我们是第一次喂它这个熟的蟹腿，来尝试一下，刚刚小主人建议。好好好，下次知道了，下次这个蟹腿留给你吃。可能是亚运会的调动不差一点，所以给你们这个正常发挥吧。很小心，已经。好，加油！来，酒精。哎呦，可以！哇，这两个棚立得有点远了，难怪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姑苏阿江，今天是这个中秋月，大家此时可能都在家和家人团圆吃月饼了，我也来找一块月饼啊，带李主任吃。来吧，你吃不吃月饼啊？啊，不吃啊，那我吃了啊。李主任在看电视。好好好，我来帮你。哎呦，要出来了！来来来来，看到李主任在那边要出来了，去吧，去吧。你看，这么晚了，你看还要跑去。现在马上都快晚上七点喽。好，你看。人隔千里，路悠悠，未曾遥闻。心一愁，情。